Hello。哎，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准备去路亚。路亚？啊、那怎么可以少了我呢？那一起啊。哎，哎，这是新面孔啊，你是？我是新朋友，对，新朋友。哦、oh, ，Sky。哦 ，Sky 哥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。刚好。走。你也需要这个吗？不用。我得给你拿上装备。哦、oh, ，好啊，好啊。直接一个精品。铁板，这个铁板会好。一个铁板，对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就用这个。对。帅。铁板和软耳都可以，那里面铁板和软耳都可以。好啊，好啊。钓起来之后要网鱼是吧？对，要网鱼，因为那边鱼的个体可能会比较大，我们需要拿到这个。哦。我们走吧。好啊，出发。那我们出发。啊，钓完了回来可以加餐。可以加了明天的餐。走。来喽 ，Rainbow。这边景色挺好的。好了，走，我们到地方了。农农，你自己，你本来就会，对不对？那个钓点比较好。去那儿是吧？对，走到这儿，边上可以过去。好，我试一下。你试一试。哎，看得到鱼哎，我的天哪！很大吗？不小哦，这一条。我丢过去看它吃不吃。加油！哎呀，没了，空欢一场。哎，中鱼了！哎，中鱼吗？这个弹有难度，我从他的脸上滑过去，他也没兴趣。我们今天定个得分的目标，好不好？好啊。现在是5:30，那我们就钓到门口。好。那我们钓到门口的话，从现在开始，10条鱼，好不好？十条鱼可以拿几分？就是今天的满分了。4分是吧？对。那2分是几条？没有2分，没有2分，对，只有10条鱼的4分和钓不够10条鱼的没分。水一帮还没有出发，大哥怎么还不来？对呀、啊，他也晚了。咱俩一会儿逗他，咱俩就说不想去了。啊，行，行吧，你说。说这天有点热，别去了。嗯。我们出去哪儿呢？逛街，逛街。来了，小红帽。我感觉月哥腿脚有点不利索，要不回屋睡。我们三个吗？睡好了吗？有啊。啊。你还养水浴吗，哥？对啊。要不想水浴，咱可以去逛街。啊？为什么？买花衬衫算了。你能玩动吗？啊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走水浴。逗你，买啥花衬衫？希望这种天气眷顾我们，不要出太阳。对。姚春来喽，又来。哎，你看看看，在干什么？哇，哦，那个就是吗？电动的，电动的。哇，那过瘾。水翼冲浪是在一块冲浪板下面安装了水翼，使冲浪者凌驾于海面之上滑行。21世纪初，水翼冲浪开始进入冲浪运动。初代水翼冲浪板也可以在无浪水面上滑行。2017年，电动水翼冲浪板诞生，即使在平静的水面上，也能让人体会到冲浪的乐趣。这种好似御剑飞行的冲浪体验，让人对水上运动有了新的认识。Hello， 老师 ，Hello， 老师们，哎 ，Hello， 又来了，又见面啦，见面啦。今天我们叫了我们的好朋友大智老师来，哇，就是水翼的老师，我们去叫他上来好不好？好嘞，好，我看他在水上飘呢。大智老师。哇，可以漂移吗？这个？对，这个有点像轻功水上漂。对，
电动的，它是靠那个遥控器控制的。那这个，哇，现在玩的这款是这个电动的，然后也有这个无动力的，这种呢就是靠电动，对，啊。这个小的就是靠自己踩。嗯哼。老师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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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我们的朋友大志老师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志老师好。我是负责今天教你们电动水翼和我们好无动力水翼。OK。那我们评分的标准是这样的，我们如果有电动的水翼起板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分啊。那得到两分的方法呢有两种，一种是我们尝试无动力水翼 ，OK， 直接得到两分，因为无动力水翼比较难。好啊。还有一种方式呢，就是直接用电动水翼能够飞起来滑行一段距离，飞起来，因为我们这个跟传统的冲浪板是不一样的，它是可以悬浮在水面上滑行。哦，了解。先学一下这个电动的，必须的。Right now， 走吗，老师 ？I'm ready。接近胸口的深度啊，胸口翻过来，直接一倒它就翻过来。先趴在这块板上，哦，趴上去，趴在上面，嗯，趴着，冲浪一样。OK， 然后呢，你手上有个遥控器，遥控器给一点油门，它就会往前走。对 ，OK， 往前走了之后呢，伸水区，我们把我们的手撑起来，先跪着，然后把你的一只脚。踩到前方，保持速度的情况下，你跟稳了，你可以站起来。哇，好轻松哦！遥控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只用七啊，不要用太快。翘起来了，先跪着。OK， 这起来还有点难耶。哦，好，再放松一点。OK， 好。耶！啊，岳哥，可以啊。三分钟，脚板半小时，再起来一次试试。